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，我在想昨天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别跟我装傻了。我不是装傻，我是真傻了。你该不会是做的事情不想承认吧？我承认，我做的事情我肯定承认。问题是我做了什么了？咱们两个人都这样了，你说做什么事情了？你就是不想承认是吧？不是，没有，我这，咱分析一下啊。昨天我喝多了，喝多了我事情肯定就记不清了，所做的一切肯定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，我现在就问你，你是不是做了事情不想承认了？你要干什么？跳楼。跳楼。哎，你放开！跳楼可不行。你放开我！跳楼可不行。你这性子怎么那么烈呀？我不想活了。不想活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是？都这样了，我不能没名没分跟着你。我要去登记。登记？登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那我就不活了。不活，这可不行，不能。就是，我搞。登记，登记行为。来了。去哪儿啊？他们人呢？都走了，上班去了。都没在家。就我一个人。见个老客户，老客户。儿子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天天跟同学玩，你那个同学有这么重要吗？爹的事你管不管？我让你来这干什么来的你？管呀管呀！你看我给你出这主意，不都没成功吗？我告诉您，我还得想办法。您说我一跟同学在一块儿，我这么一玩吧，就激发大脑，激发灵感。我一想法，我不就告诉您了吗？你那屁话！喂，你上哪边玩去？谁呀？你躲我这，跟你没关系。上哪边？躲我这！谁呀？走！还不让我听？躲开我这儿！快去！喂，你怎么打电话了？你别给我打电话，我是接不了你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掉头回来！你是不是刚到周家呀？对呀，到了，刚到完。牛牛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咱俩反正都出来了，你要多陪陪我。还陪呀？你陪我去北戴河吧。我突然特别想看海。大凉的天去北戴河干什么？现在去没有意义啊。你去不去？要不我跟豆宝姐聊聊。啊，别别别，你别跟她说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跟豆宝说明情况啊，好不好？那就看你表现了。好，你看我表现，我一定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的做事，你放心。爸，这兔崽子又上来了！哎呀，到底是谁呀？你不认识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嗯，
听见了一点儿。都听见什么了？就听见说你一定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做人。就听见这一点儿？还有点儿。还有点什么？说你那个，让你陪陪他，让你带他去北戴河。这也听见了。嗯。还听见什么了？还有，你跟他说的原话是：“嘿，我不是说不能接你电话吗？你怎么还给我打过来了？”这是第一句，那等于就全听见了。嗯，我计算一下，有这么14个字没有听见。基本上都听见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不许跟别人说。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呀？我给封口费。哦。那我得看什么颜色的了，再来个蓝的呗。蓝的，嗯，先给我。行，封口费。再给我来张绿的。你有绿的，凑合来张黄的呗。肯定有绿的，我看见了，给我。就这个样吧。给我绿的。没有绿的。给我绿的。再来。嗯，好。再给我来张红的。你有完没完的你？要不我跟我妈聊聊。你不用聊了，你都拿走呗。你要疯啊你啊！给我来一张红的。那你把哪个拿回来？你给我，给我我就拿回来。哎，拜拜。行了，爸，先这样啊。我保证，我不跟我妈说今天您跟陈雅菲阿姨打电话这事儿，行吗？你快走吧。哎，我去哪儿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喂，那我，要不您再给我两张？你我愁死你啊！快去。嗯，走了，走了。把帽子给我扔上来。你这个孩子，我他妈拿茶壶废你！行了，先这样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说啊，咱们这房子我是相中了，但是你打点折呀、啊。我可以给我们领导再申请一下，好吗？那打多少折了了吧？我觉着打85折挺好的。那个豆爸啊，我有事儿要跟您说。哎呀，有事儿回头再说吧，我这有事儿呢。啊，不行，事情挺急的，我必须跟您说。啊，行，等等等等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就占用2分钟的时间，我说两句话。那你快点啊！哎哎，好好好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懒得搭理你，说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挺紧急的，你得赶紧跟我走了。北京这情况太复杂了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有什么来不及的？你赶紧说什么事儿？是啊，那个那什么，他那个你什么那个那个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正忙着呢。这事儿是这么回事，您听我跟您说啊。他就说呀，你先别听他跟你说了，这都多半天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工作效率也忒差了。你要是这样，我不从这儿买了。别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现在开始，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。中，你也别总这儿对不起了啊。你都实实乎乎，你给我打个折，我看着85折挺好。85折啊！不可能，我们房地产，我看人都是打这么多折，从来没有打过85折呀。85折白给你不完了呗？不，你咋说话呢？啥叫白给呀？我上这儿买房子来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有钱啊，有钱还打85折？你看我这戴的是啥？你也看不懂，上戏你也别看了，再吓着你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这都啥买卖的呗？啊，我这一天挣多少钱呢？啊，我一个小时挣多少钱？一分钟我挣多少钱？一秒钟挣多少钱？你挣什么钱？你见过有钱人吗？有钱人早买别墅去了，不在这叨叨。买个破房子打什么折呀？哎哎，有钱都得住别墅是咋的？啊，我跟你说，那别墅我都住翻了，我都愿意住平层，我都愿意住这样平层。我们这儿好，您就买这儿吧。对对啊，就买这儿，买这儿，打折，打什么折呀？没有折。有你啥事儿啊？有钱买别墅去，没有这，你打了打了，马上买5套。我跟你说，我有的是钱。我跟你说，你有什么钱？你见过有钱的吗？知道什么叫有钱的？福布斯你知道吗？蔬菜福布斯你知道吗？蔬菜福布斯大王是我，你上网查查去。你打我！刘胜利，能不能不说话了？我问问他，你吃菜吗？你啊？我跟你，我还不吃菜，我是吃肉的。吃肉喂那个猪也得用菜把它喂大了。没有人不吃菜，不吃菜没有营养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种菜的。北京一半的菜是我种的，我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行了，我有钱，我是蔬菜大王，你明白吗？你再别坏喽，真是。
这是神经病吧？你这神经病，我把握这，你白给你不就完了吗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不跟你这废话了，你个神经病！哎，拿，神经病才神经病，神经病买，你买不起我也信了，他买不起，知道吗？我听到没？牛胜烈，人家怎么说你？说你神经病，你知不知道神经病？他才神经病，他不买没关系，我买两套，我给你们创造营业额500万够呗？你捣什么乱呀？你给我滚！哎，您是现金啊，还是支票？刷卡。我卡里有的是钱，我这卡里有1466.7万，来拿着刷去，500万刷去。刘胜利，干什么你？好，你今天就诚心给我捣乱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滚，听到没？拿着你的卡，你给我滚。你有疯啊？啊？你有疯啊？是不是？你想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？我这几天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刘胜利，你神经病，我受够了，你给我滚。干什么？你给我滚！拿着你的卡，给我滚！这个卡里有1466.7万。滚！多宝姐，您老公真是什么蔬菜福布斯啊？忽必土大款暴发户，福布斯的败类耻辱。土逼，滚！我是土鳖，我什么没见过呀？我土，哼！这回我给你来点央视的，我给你整点邪的，哼！你看着吧，我土鳖，看我怎么出气你！来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有好事啊！好事儿？那干嘛跑这儿来说呀？电话里我怕说不清楚。我这不急吗？赶到这儿了，顺便叫你哥来。那你快说吧。那个什么，你呀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走人。啊？你要赶我走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赶你走，我是让你跟我走啊，跟我走，咱们那个跟我走。牛牛，你该不会是要带我去？度蜜月，对，对了，度蜜月，蜜月，好呗。嗯，好。好呗。哎，怎么了？那我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呀？你还要准备什么呀？那我跟你出去的时候，我不得光彩照人一点吗？现在不挺好的吗？挺招人的。现在不行，我让我想想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去做个 SPA。SPA 什么玩意儿？哎呦 ，SPA 你都不懂啊？你那么土啊 ？SPA 就是全身护理。全身护理？就全身的那种护理。全身的护理多麻烦，那多长时间呢？那随便做做就得3-4个小时，那要仔细做做，那不得半天呐？半天呢，那太麻烦了，用不着。到外面哪都有 SPA 的，咱就上外面做去呗。你旅游时候哪肯定都有啊。那就算是 SPA 不做，那这头发总得整一整吧？这个头发不挺好的吗？你看我头发颜色太闷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太保守了。既然出去度蜜月，就得弄得热带风情一点，比如说黄的、红的什么的。别瞎整了，红一点、蓝一点，不成外国鸡了吗？啊？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，黄皮肤、黑眼睛、黑头发，龙的传人，挺好的。你要，哎呀，到外边旅游去的时候什么都有啊。我跟你说，你旅游了累了，歇着上哪儿歇着去？你上SPA那地方歇着去，上那个整头发地方歇着去，多好啊！出去再弄呗。那好吧。啊，行了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啊，回头你等我电话。你饿了呗？有点。有点呗，咱吃点主食。服务员，来碗炸酱面呗。哎，哎呀，这是咖啡厅，哪能点炸酱面啊？
服务员，帮我们来两块起司蛋糕。我跟你说怎么回事？天天老玩这 iPad， 妈给你买不是让你玩游戏。哎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写作业，写作业，哎、写完再玩。乖儿子啊，这钱搁我这儿啊。小万。哎。搞那件事啊。嗯。把料熟了，出原味，把你妈照顾好了啊。行。我那个什么，我出远门办事去，把咱家的菜呀、啊、买到全国去，买到上海，买到海南岛。太好了，赶紧拿着这卡去买你们家菜去。你看什么？我卡里有好多钱呢。多少钱？别办，请随。我就知道这个卡你得收着，这卡要是丢了，你比我还心疼。牛胜利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如果再去我们单位折腾，我就报警告你骚扰。告我骚扰？我骚扰什么？我不骚扰你，能有孩子？这说什么呢？刘老板。要不然你过来一下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呦，快去，说吧。快下来，咱俩出去说。哎，你什么事还得出去说？这去吧，小兰。哎呀，你走楼梯呀、啊、你？哎，那楼梯不好走。哎，这孩子，啊，那去吧啊。嗯。孩子随我，慢着。我要出远门了做生意，你不问问我去哪儿了，跟谁的去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你赶紧离开这儿。走是走，我去哪里你知道吗？我跟谁去你知道吧？你爱跟谁去就跟谁去。我跟陈亚飞去。太好了，我就盼着呢。怎么不生气呀、啊？他不生气，我生气了。哎，我家还塞牙了，还牙口不太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的牙膏、牙刷能不能别老乱用啊？懂不懂个人卫生啊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？你看这是我牙刷吗？哎，小文，是不是你用的？我没用。你没用？你没用这牙刷一股子味儿。那味儿也不一定是我的，爸，是不是你用的？我没用，我嘴里没味儿。那行，下次注意啊。什么叫下次注意、啊？不讲卫生，土不土啊？嗨，要是这孩子说话劲儿来。我没用。不行，就换个新的，抽屉里有。我没用。是不是你啊？我没用。什么没用？下回注意啊！再这样，是不是？没事，哎，可能拿错了，你好吧？不是我用的呀！快，这是你还是谁呀？就是你。包子也有春天。那个，爸，你快点儿，我这憋不住了，我这小便。我这是大便，能快得了吗？那该。春天终于要来了。
主意吗？快烧个土包子，盯着我点的。那个，用你拿漱口液漱一下，然后再刷一遍，好不好？太过分了吧，这也。行，好啊，来，再刷一遍。行了，来，小曼，你先别打，我先弄湿了。去。小曼，怎么回事？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这是在人家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就是啊，怎么回事你？不就是小芥末吗？他要是不说咱土，我弄芥末干嘛呀？你说什么？他说咱土，说咱们都是大土鳖。哪有说这个？就弄点。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刘胜利，你看看你自己这样子啊！你浑身上下穿成这样，在人家家，你说是多过分？咱们是在人家家，你说说你不土吗？你就是个土鳖。你惹完祸，我又倒霉了。下次记住了，再弄这个，你爸你妈不在时再弄。不许提你爸的啊！我知道，下回您俩不在的时候我再弄。不行，不管我们在不在都不许弄。你这是在人家家，你要懂事，听着没？嗯，跟你妈说，下次不弄了。我保证下次不弄了，对天发誓，对天发誓。你就气死我吧你！睡觉呗。我这不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？他又不说咱土，我弄那干嘛？你怎么想起来弄这？我们农园啊，个个都跟哈利波特似的，招多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雕虫小技，真有大麻烦的时候，大招留在后头呢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来一个解小孩的，我都不怕他。你真厉害啊！嘿嘿，下次别弄这个，换个别的招。不许动！你玩睡觉。往里去。哎呀，您睡里头吧。你睡里头。你睡里头，我睡外头。啊！急死我了！哎呀，你给我点被呀。来，好吧，来。爸，你觉得你是土鳖吗？我觉得我尽量的穿的洋气一点，怎么还土啊？你本来就不应该这样穿，现在人都穿西服，你穿一个大红的，你都穿一绿的，你那红配绿赛狗屁呀！你这是。我
我敲死你个兔崽子！你胡说八道，胡说。以后穿点西服啥的，别穿这个，省着人家揪你小辫子说你土。一直穿西服，我穿着我也觉着，别人穿着跟我不一样。我以为我那叫个性，其实不是。哎，于总，别生气了，我们俩给你想想法子，教训教训那臭小子。你们俩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鬼子不是认识表演班的吗？让他叫几个同学吓唬吓唬他去。哎，对呀，我跟我表演班那几个哥们说说，到时候再给他们化化妆，这儿给他来个大刀疤，这儿再来个大纹身，一看就是道上混的，我就不信吓不死他。哎，交给你们俩了。行，哎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给你。哎。丁小万，我有几个兄弟正让你欺负我，要教训教训你。明天小区篮球场，你敢来吗？不敢。那你就给我老实点。那你还欺负我妈吗？我没欺负你妈，是她先影响我的。反正你要是欺负她，我就得替她报仇。行，那你就等着我兄弟教训你呗，怕不怕呀？怕，那我也去。行。牙和牙，这趟咱们好好的玩一玩。头一站咱是上海，怎么样？上海你要是高兴的话，咱来趟广西桂林。桂林山水甲天下嘛，阳朔山水甲桂林啊。你要是高兴的话，咱再来趟海南岛。海南岛，听到天涯海角来，海南岛走。你要是有幸，咱来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。你要高兴的话，咱再来趟法国巴黎、英国伦敦、德国的波兰华沙、美国纽约、日本东京、朝鲜平壤，怎么样啊？好是好，妞妞，可是去这么多地方，我这衣服没带够，怎么办呀？这些衣服全部脱掉，不要了啊？买新的，买那个名牌啊！这个店不都是到国外买名牌的？那得多贵啊！有的是钱，走吧。真好，妞妞。找到道上混的吗？这怎么改成小清新了？这不便宜吗？不是，那不是还化妆吗？他们不肯，说这不是他们的风格。我去，还本色演员？啊？这就是你找的几个兄弟？啊，是吧？不是小子，听说你最近挺黄的呀？没有啊。那怎么着？今儿个咱们比试比试吧。哎，小万，我们来了。没来晚吧？没有，时间刚好。这谁啊？哦，他们呀。介绍一下，这都是我北京的朋友。叫你们几个行吗？哎，来都来了，那就打吧。哥们，这钱我们不挣了，回去回去。一诺，我给他结下账了呢。一诺，那个他不会砍价，我帮他去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们给我回来！怎么都走了？你这都是我北京的同学，篮球队的朋友。不是约好了一起打球吗？怎么都走了？对对啊，还打不打了？没事，他们走了，咱四个一块儿打。走。服务员，等你个房间。啊，好的，行。我那个身份证在箱子里了，那个先拿您的身份证登个记呗。好。现金可以吧？啊，可以的。哦。你拿着房卡里先上去吧。行，你都给我吧。我拿着，我一会儿再买点别的东西啊。那这个呢？我拿着吧。那你快点啊。马上就来啊。办好了呗。把身份证给我。好。
个别玩了，过来歇会儿来，快来喝点水，快来呀，快点，快来，小万过来。小万，哎，怎么没人喝这个？他们行吗？快过来，小万。小万来喝可乐，找他们打伙呗，跟他们打伙。哎，你过来玩玩吧。不了，我们自己玩呢。新来的吧，懂不懂这规矩？自己玩上那边玩去，这是打波的。行，打波就打波。别着急啊，打波可是有赌注的。行不行？行，咱要不这样就行。这么着，五个球，我们赢了，我要你双鞋。对，要你这鞋。那要是我们赢了，我要你的衣服。没问题。拿来，来，上上，走走，来来，用你们。要这球，走，拿去，走着。还有本上，我上，你们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来呀、啊！好，别在现在这说大话，有本事场上见。走走走走，行吧，没问题。是不是？走走，来吧，走。哎。咱得改靠一个，靠一个。我小，我没他们劲儿大，但是他们投的没我准，所以你们几个传球，我在底下埋，最后把球传给我扣篮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一赢，加油！我留一件。
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跟我来到一块儿那个男士啊？看到了。他在什么地方啊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？20分钟前吧。刘胜利，可真有一套啊你！麻烦你帮我订一张最快回北京的机票，好吧？嗯，好的。您的身份证。哎。我那个身份证在箱子里了，那个先拿您的身份证登个记呗。喂，亚飞啊，我在北京呢。啊，我是临时有个决定，他是那个生意，有个人要跟他做生意，我是临时决定。啊，你在上海待着吧，啊，上海挺好的，上海那个什么有黄浦江啊，上海滩呢，有东方之珠啊，挺好的。啊，你一个人在这待着没有事，我那个什么，你在这待着吧，我谈完生意我就过去。不是我过去就攀上人过去，我知道你身份证在我这里。俺是我不给你送，你不成黑人了吗？是，我知道你要有兴趣，咱哪来趟海南岛啊，来趟法国巴黎，我领你。你怎么骂街呢你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现在信号不好，我听不见。我听不见你说什么，我这没有信号。你在哪？我听不见你说什么，我先撂了啊！我撂了。我是绞尽了脑汁，兵行险招，总算把这个陈亚飞给调虎离山了，为咱们赢取了珍贵的时间。时间紧迫，形势严峻，我们必须在这几天之内拿下金多宝。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？我问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您倒吱个声啊！来，哇，尝尝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尝尝。哇，生日了，我最爱吃寿司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，怎么做的呀？哎呀，这个简单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也会做，我从电视上学的。来，再来，嗯，味道挺正宗的。这是什么好吃的呢？这么热闹。哟，陈总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董总不在，我替他盯盯，大家随意。哎，哎，陈总，你尝尝，我做的。我还挺有口福。嗯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。还真不错，我就喜欢这个口味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这是你做的？啊，我做的。那你应该平时挺会做饭吧？陈总，你忘了，我以前吧给别人当过保姆，而且我爱做饭，从小就爱做。不错不错，还行吧？嗯。行了行了，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赶紧我干活去。嗯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，走走。嗯嗯，好。这我拿。好，别忘了东西啊！我再拿一个。好好好。哎，陈总，这给你了。好。好。那行，我们走了啊。好好好。漂亮。最近状态特别不好。哎，你最近状态不错呀。老陈啊，那还不是我那个保姆未婚妻照顾的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小张煲汤那叫一绝，什么当归瘦肉汤，什么百合，乌鸡汤，什么银耳鲫鱼汤，每天吊着样的给我做，煲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。哎呀，你真是家有贤妻啊！哎，你看。妒忌了不是？
老陈，我跟你说实在的啊，我活了50多年了，到现在我才体会到，什么叫真正的幸福了。哎，对了，老陈，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跟小张的结婚日子定了，下个月的16号。哎呦，恭喜恭喜，我一定到场。必须的啊。哎呀，我也得赶紧追求我的幸福了。太对了。